主席、各位同仁、各位那个陆委会的行政部门的官员，还有这个蒙藏委员会的官员，哈、哦，大家早。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那个王主委？委员早。哎，主委早哈、哦。我先给你看一个广告，这个广告你看过吗？我知道前上个礼拜在讨论这个事。你觉得他做的怎么样？见仁见智了，但是一般你觉得呢？有改进空间呢、啊？有改进空间。对。所以你觉得这个，你知道这个，我们外面都批他是史上最烂的广告。我有看到这个报道。你有听到这个网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对不对？有。好，他总共花了多少钱？好像400多万吧。486万嘛，哈、哦，486万。那你们陆委会？好、哦，也做过很多的广告，是，对不对？好、哦，这个蒙帕亏翁告处，这个应该看过吧？有，这个有看过。那个、攀岩篇还是？攀岩篇嘛，对不对？好、哦、啊，你觉得这个广告做的怎么样？他其实那时候我还没在陆委会，我就看到媒体有很多的报道，所以看起来是有一定的效果了。有效果，叫做蒙帕亏翁告处，是这样而已、哦，只有这六个字而已。没有六个字除以2000，将近2400万，一个字大概不能这样，大概差不多。不是不能这样讲，因为它其实是有这个影片，然后它播在各个那个电视的频道播出。然后当初在播的时候，我印象中也有一些媒体有在报道，报道的部分那些都免钱的。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植入性行销好吗？没有，我们陆委会不会做植入性行销。这是植入性行销，你不要说不会啊！不是我告诉你、啊，植入性行销的意思的定义哈，植入性行销的定义是它能够表明。王主委，你不用讲，现在是我的时间。但我要跟我跟你讲，你这个部分不用讲，那个是那个审计部出来，也不是我讲的、啊。没有植入性行销、啊，怎么没有植入性行销？没有，他就已经给你们，我们都遵照那个了，还什么叫做遵照预算法的规定，都有揭露。那好，那如果你这个部分，如果这个审计部或者是相关的单位认为说这个部分是违法，是违反植入性行销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钱全部删除哦。我们绝对不会做，删除哦、我们不会做植入性行销。在这个部分我们全部删除。我们不会做植入性行销。这个就有这个决算就有了嘛。所谓的植入性行销，我告诉你，那个王主委，现在我在问你，你请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报告委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植入行销是有定义的，是有定义的。这个是立法院的预算中心写的报告，是审计部的决算报告。你如果有问题，你去找他们。这应该根据。我告诉你，现在不要我这个部分不是我讲的，不是也不是我自己说植入性行销，那个是行政部门讲。那你去告诉他们，你们没有违反植入性行销啊？没有，我们没有。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说那个蒙帕亏翁告处，你告他到一起啊？在立中有没有进来台湾？现在有没有在台湾？林董事长前一阵子才去大陆，这只要。对的，在立中有没有来？对他有来啊，他现在在台湾，对不对？对对对，他用什么名义进来？他来参加那个就是那个火山桥的那个落成典礼。什么火山桥落成典礼？对。那他用什么名义进来？谁邀请的、啊？他是那个镇南宫，他以那个台湾妈祖联谊会的名义邀请的。那他来几天？他来大概是六天吧。他来六天。对。然后什么时候要回去？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回去？他应该是昨天23号到27号嘛。五天，好，23号到27号，礼拜二进来的，礼拜六要回去。礼拜三进来，礼拜二要回去。礼拜二进来，礼拜六礼拜三要走，是不是？不是，礼拜六，本周六要。这个礼拜六要走，是的，对。那我想请问一下，他来就只有办那个就是你说那个什么叫火山桥的落成而已嘛？那个部分跟他进来的马祖的那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这一次来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宗教哈，是因为他是大甲镇南宫以台湾。我想请问一下哈，主委，你知不知道那个郑立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知道他是国台办，他是那个。国台办跟那个海协会，他有双重的身份啊。那国台办是什么啊？他是副主任啊。对啊，對，那副主任他可以在台湾爬爬照啊。我们的张显耀副主委也最前一阵子刚跟那个林董事长一起去当。不是那个，我又没有问那个，你回答我那个，你搞什么、啊？就对等专业。我是问你说这个部分进来的，他进来的部分，他的目的就是马祖的活动，就是宗教跟灾后重建的这两个目的。那这个部分，如果他这个。在这些行程过程之中，他到各个地方农会去爬爬照，这个部分你怎么说？他这次的行程里面并没有到农会去，他的行程大概就是这个
探访灾区，因为最主要原因是那一座桥事实上是当如果他有任何违反他来的目的，你们陆委会要怎么做？我们事前已经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这次的行程必须是仅限于跟宗教以及灾区重建有关。那你们陆委会有人陪同吗？还是海基会有人陪同吗？海基会有人陪同，而且我们相关单位他所有的行程我们都会密切的注意。所以目前来讲，你们没有看到他任何的违反这个他来的目的、从事目的的活动，是不是？他今天如果到时候被我们找出来的话，我希望，好，你们没有做，我们绝对会好好的来盯我们的陆委会啦。是，了解。那刚刚提到的那个部分，预算的部分，刚刚讲了，好，你要一直插我的话，你知道那个陆委会的这个编列预算的部分，好，有关于你们这个委办的宣导费用的部分，你们编了5000多万，没错吧？对，5900多万。5900多万了哈。对。那从你们的这个业务的编制的部分哈，这个是经过那个审计部政府总决算的核报告书出来的，不是我讲的啦。哈，所以你不要，你没有看资料，你不要来跟我欧北讲嘛。因为我非常清楚自由性行销的定义。我跟你讲，你没有看资料，不要欧北跟他讲啦。他这边已经讲了，就是你们总共有351则是违反不得自入性行销的相关规定的东西。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要不要回去看资料？没有你就不要来了啦。谢谢。你要不要回去看一下资料啊？这不是我讲的，讲过多少遍了、啊？他就讲说你们用了351则，总共3362万是宣导违反的这个自入性行销的规定。那你还讲说没有用变的，你以为你变了就可以吗？资料不看，那你还有什么当资格当陆委会主委啊？自入性行销是有定义的，这不是我说的，讲过了多少遍了、啊？如果你不要看懂，你不要检讨的话，我们全数的预算都把你删除了。如果我们做自由行销，我们一定会改进。这我同仁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是我想。